起来，起来，起来！我们欢送喜庆，放不停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
白华，我们的诗人，你在这上面提上几句诗好吗？好，让我提上几句诗来完成你的杰作吧。 怎么还不睡？明天不是还有课吗？哦不，《新潮》杂志明天截稿，要是不把这篇诗赶完的话，这个月的房钱又要发生问题了。我看还是你先去睡吧。
孟小姐，对不起，弄脏了什么东西没有？哦，金先生，他们家里没有进来，阿凤妈妈又在那儿哭了。瞎说，抢人家的钱。哦，我知道了。金先生，请您原谅，他太不懂事。阿凤这孩子老是大惊小怪的。哦，难的话，我们常常不当心打扰了你们，对不起的很。凤小姐，再见。两个月了，阿凤的母亲在那里哭着，你看我们有什么办法没有呢？这个年头大家都是穷得很，我们不是一样都没有办法吗？可是支付只有穷人才能帮穷人的忙呀。二楼的呢，房客太太让我交给您的。哦，哦，好吧。凤小姐，这几块钱，请你交给你母亲付了房钱吧。免得房东老是跟你们闹不清的。跟他说过好几次了，他总是不肯相信，老是说根本问题没解决之前呢，警告一两个奸商是一点用都没有的。哦，你的诗发表了吗，白华？看这几天的情形，山海关又有一点危险了。我希望你这首伟大的长城诗能够引起一般青年人的觉醒。谁？请进来。金先生，梁先生，这是前几天借你们的钱，妈特别叫我来谢谢你们两位的。哪儿的话，这是我们应该帮忙的。凤小姐，听你的讲话好像是北方人吧？我们是辽宁，离开长城不很远的。你们两位先生呢？长城
哦，好极了。他是吉林，我是龙江，我们都是同乡的。你们什么时候到上海的？5年前吧，那时候我爸爸在上海做事情。哦，那么你爸爸呢？说起我爸爸，他老人家一生的事业跟生命都在128毁了。哦，和谐得很。你们为什么不回北方去呢？怎么不想回去呢？祖父来写信说家乡已经被蹂躏得不成样了。我们也没那么多路费，你说怎么办呢？哦，凤小姐，您在上海念过书没有？你歌子唱得挺好的。哪儿的话，就因为在学校里头爱唱歌，所以都常常打搅你们的。哦，不要紧，以后你常常唱好了。为什么大鸟往火里头飞呀？这是凤凰图，神话上说凤凰活到500年就要用香火把它自己烧毁的。真的吗？为什么呀？这是一种神话，意思说不论什么东西到了几百年以后啊，就要变成个没有生命的，就应该毁灭了它，再从它的灰里面发现它的新生命。那么从这火里头飞出来的凤一定不是那个老凤了吧？对了，你真聪明，那就是有生命的新凤了。啊，好极了，我以后……对了，你以后就叫新凤好了。哈哈、啊，我们的新凤。哎呀，阿爸！哎呀，妈叫我了。哎呀，来了来了，快讲。连你们姓都忘了。请你们摊一下，我到那边去。丁先生，您是北方人吧？是的，从北的北方。从前我们家乡出马宅，现在出义勇军。哦，同时也是出诗人的地方，对不对？我很爱北方，尤其是北方人，因为他们都很爽直干脆的。哦，马丹，我很想知道你是什么地方的人。我吗？我是你诗上曾经洗故的出产明珠和荔枝的地方。广东你去过没有？哦，没有。我很想去旅行一趟，可是事实常常跟幻梦不一样。对了，
过你应当保回你的梦想才好，因为人生就好像一场坏梦似的。本来好的梦往往是不能长久的，好像烟尘儿容易消逝一样。为什么不敢看我呢？你怕我吗？哦，不。我可不是狼一般的眼睛啊。你同住的那位是谁呀？哦，是我的同学，以前他在军队当过事，现在在法国里念书。哦，意外得很，我还以为他是个画家呢。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开会，请各位入席。就像我不能勉强您一样，你当然也不能勉强我。我看不管那些甘心做奴隶的狗东西。我很佩服你的勇气，可是我希望你把你的勇气能够用在更有意义的地方。请你再镇静地考虑考虑看。我很感谢你的劝告，可是我不同意你的意见。那么，这件东西怎么办呢？我希望能在你这儿放一下。好吧，不过你得爱惜你自己的身体。那么再见。青年人应该把自己的责任看得更重大一些才好。哦，师傅，我今天碰到那窗里边的美人了。真的吗？真的。她是一个文学的爱好者，懂得诗，懂得画，还懂得人生。哦，在哪儿？哦，巧得很，就在文艺茶话会。我正觉得奇怪得很，这样一个有教养的女人在上海是不大容易碰到的。我不希望我们的诗人是属于那窗子里的美人。
我希望你是为大众而歌颂的诗人。妈，我看明天咱还是换一个大夫瞧瞧吧。换个大夫瞧又怎么弄钱呢？我死倒没什么要紧，就是不放心你呀，扔下你一个人东飘西荡怎么办呢？哎，阿凤，我瞧你还是到北方找爷爷去吧。哎呦，妈，妈，怎么着，病得很厉害吗？对了，别发愁，阿凤，我们一定帮你的忙的。啊，真不，我想着赶快找个医院才好。哦，对了，徐小姐服务的那平民医院不是很好吗？况且她还在当看护，更可以特别的照料到了他们。那么得赶快把她送过去才好啊。不，我们先得征求凤小姐的同意。哎，你安静一下，别烦心，我们总尽我们的力量来帮助阿凤，您安静安静吧。昨天来的病人怎么样？太晚一点了，医院不到三个钟头就没有用了。啊，没用了，死了吗？
那么阿凤那个孩子现在在哪呢？哦，我都忘了告诉你们了。据阿凤说，他有一个干娘，可是他不愿意同他去的。他说有事情跟你们商量呢，请你等一会儿，就叫他。把一个天真而寻机的女孩子放在这万恶的都市里面，谁能够保证她不会堕落呢？对的，我们应该帮助她。可是我想，要是她愿意的话，她可以和我们住在一起，而且她还可以帮助我们做许多事情呢。不过，那得另外找一个。帮助你的啊！要是你没地方去的话，你就搬到我们那儿跟我们一块儿住吧。再高一点。好。对这艺术之家当然有很大的帮助，但是他很年轻，又很聪明，所以我主张他进学校。对的，我也这样想，我们不能妨碍他的前途，所以我主张他去做工程。不，他死了的母亲对他抱着很大的希望，所以我主张他应当念书去。得了吧，白华，现在还是造小姐的时候吗？不，进学校不一定就是造小姐。我以为女子也都应该受点教育的。你以为现在的学校谁都可以进去的吗？当然了，经济条件是必要的，但是在可能范围之内，我们应该让她去念书去。那么我们是不是有这么的力量呢？昨天意外地得到一笔稿费，这他目前的学费是够的了，至于将来呢，那当然谁都不能保障。阿凤，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我们两个商量，想让你去任念书去。有你这样的天分，如果再好好的用功，那真的可以变成一只新凤了。是啊。阿凤，你趁这个机会多去求点学问，可是千万别小看小姐们的脾气啊。好的。那真是我们的幸福。阿凤，你得乖一点，好好的用功啊。怎么样？看见爸了吗？才看见你，你还知道什么没有？师傅，昨天晚上托人带信出来，他叫你赶快的离开这，只怕一会儿他们就要来收他的了。好，我先在门口等你吧，你赶快的出来。
避开一下。致富的事情，我去想法子吧。听说他从前有一个同事的，现在很得势，他也许可以帮点忙吧。可是我们通通走了，阿凤怎么办呢？你放心好了，等一会儿我到学校去通知他。此刻我先回到医院去了。起来你，我很同情。可是，这几天来了一些亲戚，而且又是女眷，所以我不便留你。我看，那也好，我就到赵财生那里去住几天吧。再见。本来在患难当中，我们是应该帮助的，可是太不凑巧了。我们就在这两三天想要搬家呢。啊，那么再见吧。房东女孩子叫我李先生呢。你别心急呀，过一会儿告诉你。哎，你吃过饭没有？吃过了，谢谢你。烦恼吧，也许我可以给你几
封安慰呢？安慰嘛，我可不大相信男子会有什么安慰给我的。我不愿意想过去，也不敢想将来。今天，只有今天才是我的世界。为什么呢？我先告诉你，我的父亲是一个南洋的富商，我呢是一个买办的女儿。可是因为父亲的顽固，我早就脱离家庭了。我还有一个年轻的丈夫，他呢除了经商之外，就根本不懂得夫妇之间的爱情，因此呢我也就跟他分开了。我是希望有一个很多情的男子，然而我相信世界上的男子都是那么寡情的，所以常常使我感到人生的空虚，好像坏梦一样。请你不要再说下去，我应该向你道歉，不应该引起你的伤感的。天气很冷呐，别冻着，冻了要伤风的。哎，我给你去拿一件衣服来，好吧？不，时候不走了，我想我都走了。什么？这时候你还到哪儿去啊？我想找一个朋友家里过夜去。还是找什么朋友啊？傻孩，这还不是你的家吗？现在形势已经很严重了，我想我们到什么地方去躲一下才好。那么你看什么地方去好呢？你是世人，应该到一个风景好的地方去旅行一趟。哎，青岛你看好不好？青岛那真是个好地方，可是，哎，北方人都是爽直干脆的，对吧？有吗？哦，哎，给我订两张头等船票。是的。
怎么了？你犯了法不知道吗？你害人拿东西，我滚出去！我的学校已经不能去了，我的制服费、体育费都还没有交。况且，我也应该想法子去救救他们了。他们你倒不别担心了，担心的就是你自己呢。为什么呀？我觉得你年纪太轻了。哦，我听新先生告诉我，你会唱歌是吗？会唱歌有什么用呢？因为我有个亲戚组织一歌舞班，他预备到北方去演戏的。假如你要是愿意的话。到北方去，好极了。嘉俊姐，你马上给我介绍吧。你真的愿意去吗？是的，我愿意回到家乡去，我愿意看看我年老的爷爷。爷爷，你瞧，那儿有一只大军舰。哎，为什么不讲话呢？我在这想啊。想什么？我正觉得奇怪，为什么在中国的海面上会有外国的军舰？我更觉得奇怪，在这样暴风雨的时代，居然还有这样一个梦境。梦啊，这是多么美满的梦啊！我希望我们能够永远地继续下去。你不是说过吗？好的梦是不能长久的。我不许你说那样的话。白华，我们一块儿去喝一杯咖啡吧。这有没有上海来的报啊？有的，日报。你去我拿一份来。
必这样着急，国家的事你着急也是没有用的。不，我想知道一点关于南方的消息。你瞧，政府已经出来了。像在做梦。不许你说这样的话，你近来有点变了，老是闹这些不必要的玩意儿。傻孩子，别这么淘气了，回去吃了饭我们去看戏去，好吧？你没有看见广告吗？是上海来了一个女孩子的歌舞团，听说演得很不坏，今天还是最后一天呢。有什么好看的？还不是那些弱感的东西。管它好不好看，反正比坐在家里好多了。先回去再说吧。想不到这也有一个心动女士。
世界上真有这样巧的事，想不到会在这儿碰到阿凤。想不到在这鹿港的歌舞伴里面居然也有有意思的女孩子。
有一位小姐来看少爷，说我们在海边上等她。是。少奶奶到海边去了，你和黄小姐。对了，不错，他们在那儿等你呢，离开这里不很远呢。请问你上海来的太阳歌舞团在几号？他们已经走了，恐怕是上了船了吧？听说他们是到天津去。
这儿想什么？又在作诗吗？我在这儿看那开了的船。哦，想回南边去吗？哦，不，我想回到北方去。咦，关外你不是不能够回去了吗？但至少也想回到离家乡不远的地方去。你的怀乡病简直不小呢。好，我陪你上北平去，明天我们就动身好吧？不，我想一个人去。为什么？你不爱我了吗？我偏不让你一个人去。这几天我们在北海举行一个溜冰大会，那时候请夫人参加。嗯，好极了，想不到北京还是这样热闹。哎，
定在这儿。六个饭店要举行个盛大的票会，他是不能高兴的吧？爱华，我最爱你第二部中的一段，比如说风吹别吵鸡，根身上一如切，他说让我继续的东西，藤身上一高明月。对于这首诗我有点意见，昌城虽然能表现我们民族伟大的建设力，可是在现在飞机的下面我希望我们的诗人能鼓励国民大家起来防御长城才对。你的话很对，你今天给了我很大的指示，我希望我们以后成一个更亲切的朋友。啊，好极了好极了好极了，我们坐下谈。马大，这位是北平日报的孙颖记者，他想替你们拍张小照，登在他们的刊物上。好的，请等一等，我去找白华来。好极了。他在军队当过士，现在在法库里念书。白华，有人要给我们拍照，你看好不好？新先生，外面有位小姐见你。
我也要做一个像你一样的长城上的雄鬼。喂，老乡，你这东西从哪里捡来的？是那边屋子里捡来的。阿公，阿公，阿公，老总，你是找阿公的家吗？对了，你知道在哪儿啊？他们都逃到地库里面去了。那么地库在哪儿啊？好，你跟我来吧。老总，给你个火把，阿凤同他爷爷都在这里面了。哦，谢谢你老人家。我也是这样想的。阿凤，我这个样子你还认识我吗？真的，我已经不认识你了。你看你由诗人还变为一个小兵了。啊，爷爷，这就是我常跟您说的那位新先生。从前他是我们救命的恩人，现在他可是保护我们的小兵呢。真难得，难得，真难得。哎呀，新先生，那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呢？哦，就亏了这个。哎，可惜已经快烧完了。可是旧凤烧掉了，这里面就会飞出一只新凤来的。在什么地方呢？在这呢。
把我们的舰